苏晴，你也来了。好啊，那我们今天就做个了断吧。严嵩，你为什么总跟着林乔呢？我为什么就摆脱不了你呢？你是不是现在天天都在琢磨着？怎么回到林乔身边，再怎么把林乔从我身边抢走的情景？苏琪，你今天约我们来，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们这么快就变成我们了？苏琪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严总，你搞清楚好吗？现在是你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未婚夫，你还有脸跟我说清楚？苏琪，你有什么冲我来好吗？好啊，冲你来。林乔，你怎么忍心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？都是你抢走的林乔，是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和林乔分开的。跟他分开。苏琪，你把林乔还给我，还给我。你冷静一点，说实话，我自己是跟胡倩的，怎么样？那你在报复我，对不对？你说，苏琪，你冷静点好吗？我冷静，你让我怎么冷？林乔，这个人因为是你啊，要是换做别人，我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现在就是他。让你蒙蔽了双眼，你就可以这样对我是吗？严嵩，你把林乔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苏琪，你，苏琪。苏琪，苏琪，你没事吧？苏琪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吧？哦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呛了口水，一会儿就醒过来了。放心吧。哎，你看你都湿透了，赶紧找个地方把衣服换了吧。好。严嵩，阿姨你好。阿姨，你怎么能直接打人呢？你问问他，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这不关宋宋的事儿。不关他的事儿，不关他的事儿，我们家苏琪可以平白无故的掉到湖里。我告诉你，苏琪要是有三长两短，我要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阿姨，你也不能不讲理啊。你说谁不讲理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，你是谁不讲理？哎，苏琪他妈，苏琪他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怎么一见面就打人呢？老林，你进来就问我的不是。林乔，这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吗？他不能直接打人啊！我打人怎么了？你躲在后面干什么？出来！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快去看看苏琪吧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，让开！真是……哎，林乔，林乔，你是怎么了？林乔，你是怎么了？医生，医生！老王，林总，林乔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吧？暂时没什么问题。
只是救人的时候着了一点凉，有点发烧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不过我的意思还是给他做一个仔细的检查，这样我们大家都放心一些。也好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啊，松松，松松。在醒来的时候，第一个看到就是你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会突然就晕倒了呢？没事儿，就是天气太凉，跳水的时候估计凉着了，放心吧。没事就好，吓死我了。你饿不？要不要喝点水？我先帮你倒点水吧。松松，陪我坐一会儿。松松，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我肯定会陪着你啊。多久？肯定到你完全好了呀。我觉得不够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要的是永远。跟这么蠢的女人合作，总裁消气，女人太容易情绪化了。现在她跟林乔没戏了，林轩的态度肯定也会有转变的。现在苏小姐真的是没有翻盘的机会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？秦墨不走了，张帆天天盯着我们查，迟早有一天他会查到秦墨的。总裁，其实也没有这么悲观。我倒是看到了一个机会。说这个，我们还要感谢苏小姐呢。为什么？您还记得我们找人帮苏小姐伪造的 DNA 检测报告吗？秦墨从一开始就认为严颂是他的妻子，严朗是他的儿子，而且严颂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。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秦墨的话，那么这个孩子其实应该姓陈，他也有权继承陈斌被托管在基金里的股份。总裁，只要把这个严颂搞定就好。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林乔和严颂刚刚在一起，你告诉我，你要怎么搞定严颂？说，你以后要是再给我出这种馊主意的话，我把你扔进水里去。是，总裁。滚！在干活啊，抱着这一个，喂着这两个，我很辛苦的。你这在干活，你就是要看杂志喝咖啡。哎呀，都怪那个严颂，自己跑出去跟那个林乔卿卿我我的，还得我在这忙里忙外，累死我了。累死了是吗？我在里面给狗洗澡，你在这……哎，跑了跑了，快，走吧，拿，狗狗，哎，就往那边来。小的时候抬起头就能看到满天的星星，那时候会感觉到很幸福。
现在城市里面真是难得遇见这样的星星了。是啊，那种幸福感也找不到了。想去看星星吗？想啊。那我们就去你的老家，我也看看我长大的地方。我去不了，我要照顾严朗呢。秦墨已经答应我了，他会替我们照顾严朗几天。那也不行啊，我还有宠物店的工作要做。交给周月也就行了嘛。这不合适吧？好啊，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了，换个心情。我们一起去你的老家走一走，看一看。